朋友们，我到家了。我的妈呀，郑州真是太冷。不过还好，我去了时候穿了一个羽绒服，然后这面包服很好装嘛，装到包里了，回来又换上了。然后我跟我的狗子丢丢已经一个星期没见了，就是我姐我妹在看着它。然后看看，一个星期不见，丢丢再见到我是什么反应？天呀！啊，丢丢！哇塞！逼死他！冻死我！冷吗？丢丢丢！见到你老娘了，丢丢，谁照顾你了啊？你给他挣钱。哎呦，不累，叫放呀。丢丢，个小孙。他进刚刚的说，你知道吗？